欢迎收睇《朱恩心有少少小电台》，我系节目主持人 DJ PN。咩疯长疯狂揿错相冇啦，唔使咁心急，知唔能知？要播埋成首歌先得噶嘛？执执执你个头，拼嘢只要好型，大。中村大志都可以，都唔错。屌冇剪，走啦！黐线，冇话俾你听呢个假发咩？回水，系咪除裤？除裤一笨，
咁咧，呢个就系入场，除咗啦，但我唔会企起身。呢个杯啊，我系冇买到嘅，打死都唔买。我宁愿等出今次金盆朗口嘅 DVD，我都唔会买呢只杯。死肥仔，系啊，呢个死肥仔知唔捻知呢个扑街？顶佢个肺啊！喂，冇声嘅喂，搞咩？系有啦，搵啲声垫底先。唔系，今日黄子华应该玩啲黄子华嘅歌垫底。嗰个死肥仔啊，佢系咧工作人员嚟嘅。咁咧，我哋咧就系坐前排，即系佢台下边有一个平地嘅系 VIP 区啦。咁咧，我哋就唔系坐嗰度，系坐 VIP 后边嘅第一排。马原俾人用猪粪换，终于记得佢系边个？佢系边个？系假发嚟噶啦！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系咪呢个？似咯，但系好乞人憎啦佢。佢咧场内可以影相，就系但系就唔可以拍片嘅。咁有好多工作人员咧，不断咧就举起牌，就话唔可以影相。唔系，唔可以拍片，但系可以影相嘅。咁呢个死肥仔啊，就不停啊，攞电筒照人哋咯。边个疑似系拍片，佢就攞电筒照住人啦，照住人唔紧要。但你唔好成日喺我面前揼揼样样行嚟行去咯，阻捻住晒我睇睇子华，即系好乞人憎。佢成场2个钟。8点半开始去到10点半，大约起码行咗廿几三十次啊！肥仔唔系咯，佢系极烦人哋一行过呢，因为前排我哋系冇人噶嘛，全部都坐晒喺地下玩紧咩？玩紧分享子华，跟住呢，咦死啦！跟住呢，咁前边呢，我哋系。冇人，总之冇人头阻住啦。其实基本上唔会有人头阻住。咁个死肥仔一行过咧，佢就成个身影咁样遮住晒子华 BB 咯。屌你个嘴，好乞人憎！人哋行过，人哋识咗啲工作人员咧，会乌低身，揼低，即系岌低个头咧，等你咧，等咧，佢唔会遮住子华 BB 啊！呢、這个死肥仔唔捻识 do 咯，电弹电过，真系想屌鸠佢啊！嗱，我为咗只为 B B 忍住，我唔想喺佢个 show 入边引起冲突，同埋点都要睇埋只为 B B 讲啲咩先屌鸠个死肥仔。正当完场，我哋谂住屌佢嗰阵时，佢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屌佢个嘴，搵人打实佢。台上都有楞照田鸡啦，唔系佢直头系每一个工作人员咧，每一个 staff 咧，佢都会负责一个 area 咁样咯，喺度系咁狂睇啲人有冇喺度拍片咯，劲烦鸠啊！一系就相都唔好俾人影啦，好烦。系咪全部死肥仔都系咁？屌你老味乌都身啊！系啊，乌低身啊，冚家铲，面斥不雅啊，啱啊，面斥不雅。可唔可以倒立？点解？点解我要倒立？喂，点解我要倒流？无啦啦，我做咩要倒流？我识倒流，但系我唔倒啊！哇，点解咁大声？点解唔俾条拎我？咁我唔使拱样样咯。你搞到我哋冇得睇短头发，咁我都要搞到你睇唔到子华。屌，呢个死肥仔，屌你个嘴！
高关马杜立，好攰，瞓先，拜拜。耳机 user 啱啱啲，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怪就怪啤领啦，屌啤领。新啲啦，一二三，你好啊，你好吧？嘻哈，点解点会用一一铺听台几寸啊？啤领话听台想用十一铺咩？咁咧 ，Edwin 就买咗一只 DVD 啦，嗰、那个咩？我唔记得边一集嘅 DVD 啦，150蚊 DVD， 跟住咧只回水杯就系100蚊嘅死肥，真系屌你老母臭閪！屌你个嘴，我唔应该屌你老母。睇下佢劲贱咯，劲衰喺度指指指指咩指？喺呢度从来冇开声，笃神好伤心啊！咁如果好似我以前开台，我唔搜个嘴出嚟，咁你点算啊？咁样啦，永远得半块面咯。你估我讲咩？唔黐线唔正常，好似系。跟住啲成班傻仔就喺度睇下买啲乜捻嘢好啦，咁样条队好捻长啊！呢度咧应该有1、2、3、4、5来回五行到啦。我哋以为哇好短啫条龙，点知望去远处仲长啊条龙，但系见到一个死肥仔个正样啊，屌你啊！系咪呢个啊？应该冇乜边几个睇面部肌肉食屎，最加钱系狗袋啱啊！我一样嘢都冇买到，狗袋佢几多钱啊？100，睇唔到添。好似都唔平噶，200几定300几啊？一个狗袋咯，买狗袋咧就送个海报，你都未买到个杯。K D 同心埋睇，你有咩感觉？肥仔啦，肥佬，死肥鸠。等我用念力得到两手你开口讲咩戇鳩嘢，睇心话吧 ，body， 跟住远处咧，原来仲有一大条龙喺度排咯，好彩冇排嘅。喂，做咩？黐线，买唔到杯，不如将送其他嘢杯俾你顶住先。已经买咗250蚊，点解你要咁傻？今日 Edwin 佢有 friend 啊排队啊 ，Edwin 咧就咁咧唔排队啊，就咁冻啊喺度，跟住就有人帮佢排咧。等咗5分钟到咧，嗰只杯咧同埋咧唔黐线唔正常，呢两样 goods 咧就已经落入佢怀中啦。你话系咪唔公平？但全部人都喺度排队问嘢。买啲嘢，知唔知啱啱上嚟上车食咗一嚿水？唔知道，唔好问我 chat room 发生咩，我系完全唔捻知嘅，知唔知啊？忙，几捻多嘢做啊！跟住一嚿水人仔，大陆可以食啲咩？食到一嚿水，所以咩？你睇到王子话未啊？我哋坐第一行啊，屌佢都唔捻系第一行嘅。我哋个位距离只话个台大约系20米度，要去几次？落住都要排队，5点已经要排。跟住同我讲先知有机会6点。之前真系打俾张解释，情唔好打嚟，又好快收台。跟住咧。咁咧 ，Edwin 就懒手执个热煎堆啦。执完个煎堆之后咧，佢个 friend 先话俾你听，哦，原来咧佢哋系唔登记嘅。Hello， 你做咩走出嚟做嫁娘？你唔系访问我咩？我有话访问你咩？你咪误会咗啊？
我上嚟就系被接受访问噶啦嘛。你系咪谂多咗啊？好啦，落翻去。你有咩遗言想讲啊？我爱子华，子华快复出啦！佢唔会收你哦。系咯，顶垃圾肥仔，死肥仔。啱啊。死肥婆。你觉得我哋个位同个台距离得近唔近啊？算。你系咪访问紧我啊？哦，咁你唔答可以收线嘅。还可以啦，那个距离。这个就是个台啦，这里全部那些前面那些就 VIP 咯。对咯，原来有 VIP 的跳真的。跟住系啊，原来我哋唔系 VIP 咧，就唔可以落去呢个 area 度影相。唔系咯，不知几正个 area。因为三条木嘴，我觉得佢系笑鸠你，系咁影相。系咩？边有啊？唔知啊，我幻想啫嘛。玻璃 Alien 为咗存在感同博 attention 可以几唔要面？唔知道啊，我嗌 hi 然之后，我估唔到嗰个回复就系咩？哎呀，冇人 hi 你，咁唔知边个博存在感同埋 attention 咧？真系。算啦，出 room 嘅嘢唔使咁认真嘅。唔系，我唔系讲笑啫，即系至少我唔会去肥仔个台度博 attention 咯，我言都唔留啊。而家播紧你啊！而家俾大家睇到你嗰件回水 T 啊，你可以介绍一下。呢件买咗几多钱啊？好似百几蚊，我见到。200几系嘛？要咩？唉，仲要荧光噶，啊唔系夜光添啊，系夜光啊。不过就可能嗰个场馆其实始终太光啦，太多嗰啲咩射灯啊咁啊。看不到，黄之华看不到我件衫就好似回水。因为你又坐到山顶咁老脸咁捻远，咁就够黑啦，太近个台啦。系啦，我哋就系坐喺呢个栏杆嘅前边，我哋个位置前边就喺个栏杆，系好捻近个台。即系我哋系唔需要睇个大电视都可以见到子华嘅表情，清清楚楚几多条皱纹都见到。嗯哼，嗯哼，好啦，我系时候落翻去啦，好嘛？点解？唔知啊，我费事啊，喺度啊，博 attention 啦。超，你中意啊，我唔会勉强人。唔系啊，有咩好讲啊？我点知你啊？你打上嚟？我点知啊？我遇到，我预计你之后就会喺度话我，哎呀咩？喺度乱拍手啊，乱嗌啊！哎呀，系啊，我一定会讲嘅。你提起我。系咯，所以我成日要打过嚟，我要为自己辩护。系啊，所以话台都唔入，唔入肥仔台。是但不是官方，冇子华影嚟做乜？唔知道啊。因为佢影紧一个子华嘅传人。好系啊，咁后边嗰个系咪啊？金咩金盆朗口啊？嗰、那个啊，啊系啊，因为咧去到中间咧，子华咧就话咩？点样讲话？话得一两下，一几个人拍掌嗰啲咧，其实你可以唔使拍掌嘅。你拍掌之前咧，你留意一下隔篱有冇人拍，冇人拍你就千祈唔好拍啊！但唔系话紧我咯，嗰阵我冇拍。但系我成日屈我，我成日同我冇纸，我成日都留意到咧，好多场口咧冇人拍手咧 ，Edwin 就喺度拍，系咁拍，系咁拍啦。跟住咧，隔篱附近只系得小猫三四只一齐拍手咯，跟住好鬼尴尬。梗唔系啦，好多次都系我拍先，然之后带成个红馆人跟住拍噶，我系 leader。你肯定系你带起，但系我带起，唔系咯，你系唔系都抢住拍咯？冇嘢都唔知拍乜嘢。因为我系试过咧，即系我当年喺悉尼嗰阵啊，睇到碌笑。黄子华系问个问题，系冇观众答，而佢系 expect 观众答佢，咁最嬲尾咪我答咗佢咯。所以我知道有啲位咧，譬如啊，唔好剧透啦。你答佢关你拍手咩事啫？啊？你讲紧咩啫？而家讲话系唔系都拍手啊？咁佢 expect。有啲时候佢系我哋应该拍手噶嘛，佢唔拍手就哦，即系好似啱讲啊，我唔想剧透。总之就话你啊、哦，你做到咩嗰段咧？但系佢而家出咁咯，佢而家出到声，佢本人话其实冇人拍，你可以唔使拍手。
嗰、那个唔系我，嗰阵我冇拍啊嘛，即系唔系讲佢唔系净系播嗰一次咯，佢系话咁多次咯，我觉得系，即系 你明唔明啊？成个场咁卵大，你得嗰几条友拍手咧，好鬼尴尬。你唔系拍一两下，持续拍几下咁样样咯。我拍八下，咦，见到冇人拍，我都冇嘢拍，好多时都。但我知道个 timing 嘅，我好铺噶。唔觉咯 ，Amy 去红馆一日游，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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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啲 show 有讲过，嗱 K D 都话唔记得系咪佢类似，好耐之前就咁讲，应该系成场人费事 Amy 一个人咁尴尬，所以先陪佢一齐拍。系啊，佢见到一个咁即系你麻烦，你麻烦咗成场嘅观众啊，你知唔知？哎呀，我真系我要回水俾佢哋喎，睇嚟。唉，颜色。系喎，你有冇搭啊？颜射嗰度咩嚟噶？颜射咯，啊冇啊，系另一个男观众搭啊，话300蚊，记唔记得啊？记得，但系我佢讲咁耐咩颜射，我都唔明咩嚟嘅。咩啊？佢问有冇啲性服务系颜射啊嘛？咩系颜射啊？屌你啦，收皮啦！台主可唔可以解释下？你不如收皮啦，好嘛？好白好靓仔，系因为我部电话教咗我只是货佢的美颜功能啊！你看我几大个眼袋，我块面好白净，因为我被人眼射咯。跟住呢个就是传说中的死肥婆啊！顶佢个肺啊！死肥婆咁捻有钱，我哋啊，我哋第一行啊，顶佢肺呢条咁嘅肥婆啊，真系有肥系女版肥蜜啊，肥捻到几捻肥啊，劲压咗，坐得劲辛苦啊！知唔捻知？FBI， 我屌啤零，系唔系又想同表姐攞税？难怪俾小千睇中雨生雨嘅老母，再唔应该话你老母，要你一死人头，小蟹柳，屌啊！唔系，即系我基本上我系成世人冇俾人赞过白嘅喎，除咗影相嗰阵。明明你就黑过我啊，应该系美白功能，一定系。因为我后面啊远啊，所以有阴影啊。跟住咧，你太近个电话啊，所以就咁白咯，美白功能。因为帮我洗捻咗啤领佢。你系冇钱嘅 Fermi？ 唔系咯，呢个肥婆 Excel 同 Fermi 一样 size 咯。肥毒真系唔系罪。爆两个位就是罪，几乎啊！我只不过一个唔肥嘅 Vermic。我唔知啊。总之，其实个肥婆咧，佢本身咧都坐得好辛苦噶啦。佢成日佢全程咧就夹住自己，夹住手臂咧，唔立，即系唔想撞到我咁样，好惨。黑英黑你老板，好白，同我差唔多啦。系啊。佢冇下巴冇颈啊！呢个肥婆都算啊，肥都冇办法，但系嗰个死肥仔真系好啦，黑人憎，啱唔捻啱？啱唔捻啱？你快啲讲啊！我太过专注，就基本上都无视咗佢噶啦，无视咗佢。系啊，我见到有个人喺度冤冤样咯，但系我都唉算啦。佢一一一样样咗好多次啊！但系佢个样系细口细面咯，好似嗰啲咩，即系当咗佢系红馆里面嘅城管咁样啊！成个场佢睇晒咩啊咩啊边个录音系啊系啊边个录音啊烂仔咁样啊出去啊出去同我讲几句嘢嗰啲，真系好令我谂起牛佬，佢都几似牛佬，牛佬啊真系啱。咧龙心之前在旺角度搞事，然之后有个黑社会咧就判个牛佬，我知边个点住哇牛佬啊！嗰个应该我觉得似系做马，因为边人咁柒嘅啫。咁做马，女 friend 咪同 Levi 都白，但系主席黑，因为我头发嬲住，所以有阴影啊。其实曱甴梳啲阴影整到块面咁黑，啱啊 ！K D 真系好聪明啊！Amy， 你快啲学下 K D 啊！点解咁捻聪明啊？天生嘅学唔到嘅。啱啊。系啊，佢个口朗过油，唔知系咪俾咗钱佢咧？你讲多次。
啊？你讲多次。唔系，我话我都同意佢咁讲嘅，曱甴苏阴影搞到你块面咁黑啫，其实。啱啊。同埋嗰个 CP 仔就好鬼乞人憎咯，唉、哎，真系，其实大普噶。啱啊。学到嘢喎、啊。醒咗好多啊你。俾人系咁打都差唔多。智商要提升。啊，我以为你中意啊嘛。我依家系部电话同佢好有仇，唔捻系咯。我自己单独影嗰啲咧，好正常。唔信你睇我 IG 屌，谂下俾佢咁多钱坐咁细张凳，张其实啲凳你觉唔觉得坐得唔舒服？好唔舒服噶，喺度戇鴨咁样，唔系好似玩 Space Mountain 咁样。唔系仲衰过 Space Mountain 啊 ？Space Mountain 有个把压住你，哇！右边嗰个女仔呀，只脚摆喺嗰个前面嗰个栏嗰度拗脚，咁拗佢喐噶嘛，喐埋张凳。系啊，即系你讲隔篱条女啊嘛，你隔篱条女啊嘛，屌你都好啊，你一个正常 size， 我隔篱一个巨无霸，佢系咁要喐少少啫，我好似地动山摇咁样地震咯、啊。唔系肥啲稳啲啊？唔系咯，你知张凳几咁摇晃得几劲噶啦，我都好辛苦啊，其实。我又要避开佢，我唔想掂到佢。嗰啲凳系咪临时噶？唔似喎，唔系，全部都系一，全部一捻样。我望佢上面嗰啲都一样，都系咁上下。红馆啲凳系咁嘅，系咯。全部都因为未剪头发，千错万错，人中收埋咗我啱啊！唉，一只人中收埋。交收啦，交收啦。半秒前，半秒后。我成部 PS4 啊，贿赂 Aroma， 佢而家上水都唔上下。啊、你咪投资失败咯。啊、真系人才两失啊！你投资失败啊你？系咪伦敦金？你炒窿股啊你？上面坐 OK，、啊、上面好舒服。睇，因为你因为佢因为你哋系坐系喺啲正常人隔篱，我隔篱坐咗个巨无霸。因为老尾压一压个屎忽，我已经系咁震震震震震，心埋谂住自己再排埋杯。听闻香港嚟噶，唔知噃。跟住睇多一阵就收皮啦。跟住咧，我哋跟住心忧 Edwin 啦。啊，睇先，仲有啲咩未讲咧？好冇剧透咧？仲有在座都睇晒啦，系嘛？有边个未睇啊？话乌唔睇噶嘛 ？OK，KD 卡爹，新闻睇咗，骑士咧？唔知啊。跟住我最有记忆就系咩？报警咯，吹啊！仲有咩啊？好鬼攰啊！其实我听睇个 show 嗰阵时。但我觉得看完之后觉得很空虚，我都是好像人生没什么意义、啊、没我预期之中那么超级精彩，是 是我觉得是比我预期中闷了一点的，啱啊，不过可能是你不是太接触政治的新闻、啊、一来啦，我认啦，是因为那么长 是其实多少都会明白的，不会不完全明白的，但是不感兴趣咯、啊嗯，其实要讲呢啲嘢，佢每一次都会讲少少噶啦，每个 show 都要讲少少政治嘢，其实都讲到七七八八啦。系，睇完好失落。你咪报警咯，吹啊？唔系噶咩？定系唔系咩啊？唔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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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唔系咩啊？唔系咩啊？剧透啦，你唔睇。但系咁听，睇到好失落。唉，香港点解系戴 headphone 听？我唔明 K D 讲。你有冇听到黄子华一句就系点解唔做？因为你哋逼我个咯。有冇听到呢一句？呢一句就系佢解释咗点解唔再做，要金盆朗口嘅原因。点解？其实之前已经铺排好啦，主要就系话讲咩都有人话嘅。讲啊，即系我系黄丝又俾人话，蓝丝又俾人话，咁啊，真系好难
讲到即系搞一场栋笃笑系哦，所有即系满足晒所有观众嘅，冇可能啊！而家已经咁系噶啦。咁你做艺人，你做咩都系咩噶啦。所以香港人抱住呢啲心态咧，基本上啊喺度。唔係睇棟篤笑嘅，只係喺度掛住啊黃之華嗰幾個黃絲藍絲咧，咁樣佢咩意思啊？佢上台講咩？好啲人都叫佢回水除褲嘅啦，有撚樣。嗰啲係係真係唔檢點啊！係咩都哎呀 Jackson 啦，唔係啊！我意思係話啊，而家即係講到悶啊，講到悶啊，即係唔應該講嘅時候，佢都講哎呀除褲啦。系回水啦，所以阿黄之华咪话：，唉，够钟食嘢啦，唉，俾啲时间你讲完先，唔好阻住我。啱啊，讲饱先。嗰啲新意，唉。同埋，唉，最深刻就最深刻就系临尾佢讲刘青云嗰度咯。咩啊？边个讲刘？边个讲刘青云啊？你系想串我林青云啊嘛？系啊，讲林青云。刘青云咯，佢真系流马尿咯。系佢咁多场，好多次都有流。唉，搞到我都争啲濑嘢。传统。不过我好硬正嘅，我冇谂话佢流马尿。即系度谂佢卅几年嘅演艺事业，幕前幕后都好啦，应该都系比一般人咧。艰辛好多，系啊，仲有佢咁嘅成长背景啊，系啊。黄子华其实喺卅岁之前，佢打过好多份工噶，系啊，佢都系唔成功噶。咩编剧、导演，有乜啦，默默长毛，乜都做咁、啊、样，系好多工作经验噶，但系就时不与我咯，系啊。不过佢冇放弃到，佢冇半撇，啱啊，佢始终都。因为想做一个姻缘，系 啊，因为咧，只话当初佢觉得全世界都唔识欣赏佢啊，全都系全系啊，唔系应该话佢当初佢冇觉得系全世界嘅错，系觉得自己唔够努力，所以佢而家就成功啦。所以咧，人唔成功咧，一定唔关个世界事咯。你话系唔卵系啊？啱啊，啱啊，唔好怪呢个世界，唔好闹人咯，最紧要。好似有啲桑骂怀咁样，但我又噏唔出系咩。黐线嘅，我觉得黄子华真系嗰、那个心理质素咧，已经磨练到得好好啊！啲人又话简单啲嚟讲，你搞栋笃笑啊，如果 book 咗个场得个两三个观众，咁你真系检讨下自己啦。初头佢好似系啊，佢人生第一场嘅栋笃笑，唔知得几个定十几个。唔会，第一场佢系讲头十五分钟好紧张啊，系咁好似 rap 咁样啊，谂住讲完就即刻走噶啦，系嘛？跟住咧，之后就回复翻即系本身嘅节奏咯。佢系咁讲，只话唔闹观众，诶、哎，唔系今场有串过观众。哦，系啊，嗰、那个女人系真火，我觉得系咪嗰个女人啊？要冲出嚟攞彩啊！系啊，不过佢讲嘅就冇乜嘢啫，我觉得可以剧透，因为系呢场嘅观众。不过你剧透咧，你台住系。你讲。佢老师讲到嗰下，我成功啦嘅感觉。冇台冇人睇，就系一定世界嘅错。敌台主话唔闹观众嘅，佢嗰阵时问嗰个女观众乜嘢话？香港有边条法例？对性工作者是什么不合法的嘛。啊是跟住呢大家一秒到之后有个女观众呢坐 VIP 位的好像是。啊跟住就说走数这样走数。跟住子华就顶佢不顺了就说香港什么怎样走数啊都是犯法的啦这样。跟住他做出个表情是怎样的没得。唔系佢主要嬲尾加两个字系边两只字啊？边两只字啊？阿姐系啊，阿姐要成个 spotlight 射去个阿姐，系啊系啊，哇真系无地自容。系啊，佢话成句就系、
系啦，你点样香港地点样走数都系犯法噶啦。阿姐阿姐攞彩都要谂过先啦，咁样。不过其实佢讲呢两字其实冇乜嘢啫，咁我就啊带翻应该啲。冇啊，顶佢唔顺，顶佢唔顺唔用脑噶啦，阿姐。系啊，我谂佢系咯，一嚟就系啲嘢唔经大佬啊，二嚟就阻住咗佢咯，我觉得。啱啊，打乱咗节奏咧，佢可能就系唔记得，又或者系乱咗，又或者呆咗喺。即系点啊？系啊，总之系就系咁样咯。发台湾系咪？睇低个场有人面赤不牙，点样啊？系咪场场都咁多傻人？根本大力车落香港人度。迟啲整啲 DVD 嗰阵会唔会揾到一场冇发傻人发癫？其实你知唔知通常整呢啲 DVD 系揾边一场咧，定系 random 咧？最近就几场剪埋一齐，总之有 record 嘅吓，有啲咩？观众咁样突发事咁样特别嘢咧，可能好似咁长，即系特别最嬲尾嗰三个女人，可能都会摆埋落去。系啊，阿姐唔系最嬲尾三个啊。哦，系啊，嗰三个咧，令我就谂起你有冇睇咩《马达加斯加》嗰套？冇。方心式奇兵啊？冇。咪有嗰只企鹅嘅？我觉得佢哋三个好似个方心式奇兵嗰三只企鹅。系喺度跳嚟跳去，喺度，唉，系我啊！啱啊！我哋嗰个咪第一场有真假发，虽然知道吸埋一齐，点叫回水除库，场场都有噶啦。会有最尾嗰场 ，K D 讲咩？今次会有最尾嗰场。讲紧下感性嘅，有人带阿黄牛，黄牛党死全家。名留千古啊！佢为你喂讲真，喂话乌其实真系嘅，我都真系想啊，横掂都最后尾嗰个咁都笑啦。不如我就话入即系进入咗嗰度DVD 里面啊，咁留翻个 record 几好啊！系噶，系有呢个心态噶。你劲啦，原来你系咁样嘅。系讲翻嗰三个女人，就系林美子华问有边几个由佢第一。个栋笃笑开始睇戏啊嘛，冇人，跟住有少猫几只咯，好少好少咯，跟住去第二定第三个栋笃笑开始咧，就后边有三个女人啦，中年妇人大约四五十岁咯啦，跟住喺度啦，啊佢点啊？你识唔识扮佢哋点样？喺度啊，系啊，哎呀，喺度，劲尖个把音，把声音劲尖啊，喺度啊，跟住劲 high 派，劲喺度，劲 high 喺度，系咁嗌。跟住好啦，笑完佢之后啦，跟住子华又问下一个，有吓另一个栋笃笑有边个睇啊？又系嗰三个女人喺度，啊系我哋喺度啊，喺度啊，咩咩？跟住再问第三次，又系佢哋。跟住子华就忍唔住啦，就话喂唔得，真系个 spotlight 射一射喺边度，等我认识下佢哋咁样咯，好好笑。跟住就影咗佢哋啦。Evan 先生，不过有呢啲观众其实都我觉得三生有幸嘅啊，真系。系啊，唔讨厌嘅，难得系有，唔系啊，系好难得有观众就系喺你未成功、未成名之前，佢已经撑你啊嘛，仲要 keep 到而家喎，系啊，好难得，即系好似一个人成咗名，梗系多人黐埋佢噶啦，但系要好珍惜啲未成名之前嗰啲先真心啊嘛，啱啊，我发觉真系，一开波咪播翻以前栋笃笑嗰啲嘅片段嘅，系啊。我隔篱嗰个女人喺度笑我，我心谂啊，系咪未睇过嘅咧？你第一次嚟睇啊，可能啲人真系，哇，黄子华栋笃笑鼻祖喎，哎呀，最后一次栋笃笑啊，哎呀，我一定要睇先，可能就系跟风或者系啊，真系苏州过后冇听答噶啦，一定要买呢次。睇佢又睇咯，都唔系真系中意咯。Evan 成人最大成就就入到子华最后一场嘅 show DVD 入面。真系啊，可以真系、啊，可能系我人生中最大嘅一个成就，其他则不值一提啊。可能啲人话咩啊，我啊连赚过亿噶，因为你点样啊？我话我啊喺黄子华最后一场栋笃笑里面啊，入到镜啊 ，DVD 都见到我喺34分28秒嗰度，你睇下啦，大佢几亿噶嘛？点啊？啊，做到咩？跟住子华都话呢位阿生睇嚟真系要回水俾你，因为坐到咁前排，
可能私底下認識的，第一次看現場，我也是第一次看。哦，其實以前小個邊識呢啲啊，都係睇 YouTube 嗰啲先至識到，哇真係好睇喎、啊！同埋都唔係咁易買到飛。喂，你個樣去邊啊？唔係我執緊嘢，我企咗起身啦，大家滿意啦。三個 frame 啱啊！呢三個 frame 可以我 cap 咗，然之後成即係永久咧做我 Facebook 嘅 profile picture。係點樣玩法？然之後 Facebook 咧會要我 crop 個縮圖咧，我 縮圖 crop 自己個樣，基本上蒙到得翻三四格係我嘅。黐線！我睇咗幾多次現場，我最2007年開始嘅2007、2013、2014呢場第五次，仲有一場嘅舞台劇6次。勁啊勁啊！咩叫人品好拗到飛？拗到飞哦，讲紧我人品好啊，系啊，我都人品好啊，所以我有得黐住一齐睇。黐住边个啊？黐住隔篱个肥婆。哎呀，你黐住人，黐住肥婆啲人品咧有少缺陷啦。裤咧好厚，厚咩头发？啲头发啱啊，呢个35、30、25。K D 讲乜嘢？系咪个 frame rate 啊？我唔明白，我唔明白，冇人明白你讲乜嘢。啱啊！有买系啊，全部观众都有买紫华杯，就系朱茵冇买。要后几日，系不如嗱，我哋组唔组个团咧？我哋可能听日或者后日10:30到啦，就喺红馆嘅停车场出面等黄子华。屌你啊！喺个台度组团，真系喎！哇，大家都慢啲啲时间，屌鸠你，唔似底下嘅。你只喺你个台度约，唔喺我台度约。我冇台嘅，我台主你咁样冇。屌鸠你！唔知佢25定60啦，今次真系未少啊！呢两个 number 差距好大，我 FPS 25、60，哇！等我播埋几条片收台了，不了，唉，唔得真诚。哎，俾大家睇下，屌啊！我嗰个湿鸠客仔啊，俾咗呢个咁嘅 Lenovo 啊，个 laptop 俾我啊，屌佢，成个老爷机咁样样，咁样样似唔似老爷机？啊，系喎，喂。有边一个系真系买咗佢个狗袋噶？我想要个 poster， 有冇人肯让？冇人理你喎。最后做完尾，我做捻到天光啊，知唔捻知啊？呢部咁嘅湿鸠机啊，扑佢出街，扑佢出街就琴日就系用呢部咁嘅湿鸠机啊，屌佢，屌佢个嘴！做下成日轻，正想 save 嗰阵时又轻机扑佢臭街，冇晒啲 save， 又要从头再嚟过。你知唔知最衰系边个啊？最衰系边个？你啊！最衰系 Bearing 咯，系佢、啊、明明识都唔帮佢，都唔帮你啊！屌 Bearing 格，简直系一个贱人嚟噶，你 block 咗佢。屌 Bearing， 跟住啊 ，ban 佢啊！今日做完之后啊，第一稿啊。然之后，而家今晚又要做啊！屌佢，跟住今日咧做完之后，今朝做完之后瞓咗4-5个钟，又要起身，屌佢，屌佢个嘴。Bearing最大嘅成就就系做咗我哋台嘅，唔系你个台嘅出气袋，或者搭台出气袋。哇，有咩事挂晒佢得噶？净系俾我。以前就系肥仔咯，都唔系嘅，肥仔负责提供笑话。我就从来冇笑过噶。是你会觉得他好笑的啫，咁真的好笑啊嘛！系佢个人好笑，佢个人生，佢人生而家都是肥仔，好嗨热啊！贵过 DVD 加倍，啱啊！狗仔养嗰个袋，嗰只狗系咪咩啊？
古巨基画嗰个啊？边个设计噶？我好似之前曾经见过佢做嗰啲咩慈善活动咧，关于呢只狗仔公仔嘅。啊、系咯，唔知道买啲咩寄卖定乜嘢做慈善嘢咁样咯。就系咁样咯。黐线嘅只狗个袋又冇呢种特色，又冇标志性，所以我唔买。你话只狗擘大个口，然之后啲牙写住咩金盆朗口咁样，我都觉得接受到啊，大佬一只狗头关咩事啫？咪就系咯，所以我唔买。但个杯系有最有价值啊嘛，最有纪念价值系个杯嘅，的确。虽然黄唔知点解黄子华之前话系唔谂住为呢一自动碌小为出呢个纪念品，唔使揾食啊，揾食啫，犯法啊！家战出神而死，跟住播埋三条片收佢，呢、這个就系、是，屌未讲，硬系唔记得讲林青云，刘青云，哎呀，又话咩啊嘛？嗰阵时只话佢系未成名，啱啱出嚟做嘢啊嘛，跟住做嗰啲舞台剧咧，嗰啲 job。嗰啲咁嘅演出咧，好多時都係冇錢收嘅，或者好少人工嘅。咁有一次好啦，做完個 show 啦，咁諗住慶功啦，跟住原本幾條友噶嘛，後屘唔知點解咧，又嚟足足嚟咗廿幾個，廿幾個人入邊咧，只係得四個人黃子華係認識嘅啫。咁咧嗰陣時興食日本嘢，食嗰啲咩 sashimi 定乜鬼嘢啊？總之日本嘢咁一定貴啦。嗰陣時子華係已經喺度。可唔可以讲系腾紧咧？已经熬紧定系点样都唔知点算咧。跟住后屘去到最后咧，谂住埋单啦。跟住个 waiter 同佢讲话：，已经有人帮你埋咗单啦，就系、是、刘青云。跟住黄子华就觉得刘青云系一个大侠嚟咯，好感动咯。佢讲讲下嗰阵时咧，都忍唔住喊，真系流男儿泪，阴公猪。佢几长都有流。不过他几场都有闹，尤其是林祖信，哇！林祖信真系，所以咩？林祖信黐线，林祖辉，林祖信屌，林祖辉，我讲高登啊！祖辉都好帮佢，系啊！喺佢第一次做栋笃笑，黄之华都唔知边度宣传啊！林祖辉帮佢攞红啊咩馆啊？当时。医馆三个体育馆啊，好似唔系医馆，好似喺会展嗰度啊，攞 form 啊，喺度搞呢、這个，栋笃笑，系又帮佢做宣传，又帮佢贴街招，即系好彩咯。就算冇伯乐，都有贵人，有朋友。我系见证过黄子华系咪刘青云嘅友情，因为我系。因为我是撞过他们的一起吃饭，是撞过人家一次吃饭就说见证他们的友情啊？是啊，你次次你没理由，你会不会太夸张啊？ 你最多就是见证过见证着他们吃过一餐饭。我是见到他们两个啊在侧跟走过，但已经感受到那个友情。我屌你个嘴啊！见到人家吃一餐饭，好像见过人家成妻成世人流流长的友情咁样，几捻夸张？大家。识做啦，以后唔好相信喺面讲嘅嘢。正文 B B， 阿瓜夫话我哋几好笑。咁样我哋全部人都见证过 Amy 小仙爱情啦，啱啊！咩系真心朋友就系呢啲，系啊，啱啊。其实你觉唔觉得？你觉唔觉得子华系？好多人帮佢啊！真系，我觉得呢啲嘢系讲缘分啊，废话吓，讲呢、這个吓诶、因果啦。不过的而且确系真嘅，我老豆成日都讲吓、啊，虽然佢唔系话信佛，但系咧佛经里面嗰啲讲嘅啊因果循环咧系真系有嘅吓，所以咧就对人好啲。对人好啲，咁可能几十年之后咧，即系喺你最无助之际，佢就会啦，即系伸出援手帮翻你，无条件咁帮翻你咁。好，唔该晒 Aaron 嘅讲解，辛苦晒。系。咁我哋就睇埋呢个呢段就系我哋
贫僧都差不多啦。哦，好啊，那你收皮啦，八九百。然之后呢、這个就系收吉一边，我哋临场喺度企咗有冇三个字啊？喺度等。你个人把口几叻，但人缘都无奈。啱啊，我都有好多人帮，啱啊。系咯，咁我都识得有个人闹人好叻嘅，咁算唔算把口叻啊？闹人好叻，但系就人缘就真系，唉。不过呢啲真系真系证明到因果噶，佢个台。欸、个数字种瓜得瓜咯，只可以讲系咯，无条件帮手改图，好似中咗枪咁样。个人傻下傻下，可能人缘好好哦。系咪讲紧肥仔？唔知乜又系咯，好似讲紧其他人咧，好似我哋熟悉嘅又唔敢讲出口。肥仔咯，讲咪讲咯，肥仔咪肥仔咯。佢已经唔算系傻下傻下噶啦，系、哦、有个粗，系啊，有个粗口形容噶啦，湿鸠嗱，肥仔自己讲自己湿鸠啊，佢自己认，唔系我哋屈佢，唔系屈咯，系事实，都唔系湿噶啦，啱啊，都用个昂字，咁啊，即刻睇下我哋等咗成三四个字，终于等到子华出嚟啦，千蚊把件俾卡爹，唔似啦，张张饼。俾肥仔屌鸠我咁点啊？点解？肥仔系咁哎翻我，哎我话要拍剑，唔等俾。点解你拍冇声啊？细声啫嘛。你试够大声啲。好大声啊！你想你出你把声啫嘛？唔系，因为我睇 I G 嗰段系冇声。嗱、啊，這个肥仔而家我识得耷低啦。系、啊、呢、這个呢、這个死肥仔，屌佢！死狗啊！呢、這个呢个死肥仔阻捻住晒，呢、這个又系只手板度做乜捻嘢咧？南门老狗戴花碌碌嘅手表，屌你死乸型！屌你个嘴，屌你屎忽！阻捻住晒，有几黑人憎？黄子华真系好中意戴啲咁样嘅类似北剧帽咁嘢，防晒啊嘛，渔夫帽又唔使梳头，但系唔系个个 carry 到，佢先 carry 到，吸引力法则。咁大家问题，我够唔够柒唔柒？咩叫我够唔够柒唔柒？咩意思？我够唔够柒唔柒？我够唔够柒系嘛？唔知啊，咁。咁多字加埋唔通顺嘅，应该系出自佢手笔嘅。我信嘅，我都信嘅。跟住呢个就系中段嘅。王定伟，哇！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复出啦！呢个系咪你讲啊？复出啦！屌你！将东西怼出去，其实基本上我个人咧系埋没咗喺人群入边，我净系伸只手出嚟拍都已经好叻噶啦。跟住我隔篱有个朋友咧，系佢又学人哋怼个电话怼上去影啦，跟住咧又子华出嚟打，同我哋讲拜拜，讲到子华上车走咧，跟住嗰个朋友咧，佢发现自己原来冇揿个掣。我咁唔好彩啊！你朋友乜都录唔到咯，阴公。哎呀，真系惨咯佢。系啊，然之后话哇你咁柒嘅，佢话诶唔紧要，人哋影到咪得咯。我话人哋影，人哋影到俾翻你睇啊。咪咯，戆居嘅都。系啦，同 friend 喺出边逗留几耐？两分三分钟啦，左右啊。你黐线，边有三分钟咁少啊？起碼十分鐘嘅啫，冇啦，冇咁少，肯撚定有咯。你時間觀念咁差嘅，十分鐘邊有黐線？好簡單啫，有至少十分鐘。好簡單啫，對到唔到啊？我話冇十分鐘。有，好簡單啫。我聽日喺個 fans group 嗰度抄一條片，係成段錄曬嘅，我睇個讀數就得啦。超。睇下几多分钟录咗？耐先，等等，肯定有十分钟，
屌你，我呢条片夹埋都两分几啦，差唔多三分钟啦，录啲片企咗咁捻耐，点会冇十分钟啊？你唔系想同我讲，哎呀，五分钟嗰四四五又唔系十分钟咯？唔系咯，呢位朋友真阴公，边个咁湿鸠？问大家个问题，呢位朋友够唔够柒唔柒？你连发报纸都话自己半个钟噶啦，啱啊！屌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啊？我睇咩故事啊？嗰、那个澳洲啊，玩嗰个 Movie World 嗰个咧，啊那个 locker 咧，白讲明话咩一个钟噶嘛，系跟住咧，总之系、那个 locker 唔知过咗几多个时间，几多分钟之后咧，就唔开得，又或者系报废，要另外俾钱咁样。跟住我哋翻去攞翻 locker 啲嘢，跟住唔知出现啲咩问题啦。攞唔翻定点样，跟住就揾个 staff 嚟讲，跟住个鬼婆话我哋超时定唔知点样，跟住 Aaron 死都话我哋肯定冇超过五分钟咯，但其实我觉得系一定有超过五分钟噶咯。唔系啊，我话 it's like 5 minutes， 即系话我好似行五分钟啫嘛，其实呢个系比喻。like 咁人哋翻广东话就系、是，人哋白纸黑字写明到几多分钟几多分钟啊嘛，你咁样夹硬拗嘅，明明就系超过五分钟，唔系超过五分钟，但系嗰个规矩就系话一个钟之后要收钱啊嘛，一个钟啊嘛，我唔记得咗，一定冇一个钟啦。我记得一定系拗时间上嘅问题，而且我系好肯定系嗰个时间我哋已经系过咗 pass 咗噶啦。但你堅持話冇過到，哦佢咁我承認我係一定超過五分鐘嘅、哦，即係你死拗、like、死拗難拗啦係嘛？即係唔係無賴啦？你睇下嗰張嘢先啦，佢係一個鐘內唔收錢有一個鐘咩？肯定冇啦，應該唔係嘅。如果唔係，我唔會咁肯定話你啦。你唔識睇英文啫，肯撚定屌你唔識睇英文，識睇數字啦啩？我识睇啊！你唉，你不如你搭翻程机翻去嗰度再睇下啦。好啊，你俾钱啊！肯定有写一个钟之后先至要收钱。唔捻系讲紧一个钟啊！屌，但系嗰个唔系啊！之后我咪同佢讲咯，即使嗱，我话 OK 好，应该就过五分钟嘅，好啦，但系一定冇一个钟啦，系咪先？我就同佢咁讲咯。但佢有条规矩，唔知讲啲乜嘢，要几多分钟之内。唉、哎，算啦，啊，托肥仔讲句 whatever， 派布 Edwin 食咩？今台主今晚俾肥仔激到跳晒仔，细下边个 Edwin 咁湿金？边个 Edwin 咁 Edwin？ 有冇炒车？咩炒车？炒哦，子华架车开走嗰阵时咧，我哋过马路谂住走啦，跟住嗰啲盲目 fans 又唔睇路灯、哦，跟住拱埋我出去、哦，跟住我俾车拨啦，跟住俾个死大陆傻閪，死大陆臭閪咧，一个批亲中我心口度，真系波都俾佢中到凹埋，屌佢！跟住好彩冇凹到，跟住我就报仇咯，掹翻佢两脚咯，讲完。两脚你唔系敢报仇噶喎？两脚之余，其实嗰两个脚咧唔够坚咯，最后攞个背囊掟佢，但系都系唔够重手，但系平咗，唔系本身系平嘅，跟住后屘而家好似有少少凹陷，但系又唔系好过，咁样弯弯地咁样咯。Aaron 又唔系 Firmy 又出现惊到我条仔，唔系系一个 staff。咩有冇炒车？我唔系好明喎、啊。我都唔明。嗰架咩啊 ？Roller coaster。我都唔明。冇人明你讲嘢啊！拜拜。换水。拜拜子华。子华越老越型仔。三年前嗰喺悉尼嗰阵就正啦，得十丁油啊，等佢。冇噶啦。不过我阎王子华太迟先至登上呢个男神嘅宝座，喂，好过一世都冇啊！
系咯，问题就系达哥好似系成为高登男神第一位喎。高登啫，黄子华第三。子华唔止系高登男神咯。讲真，达哥可唔可以开到红馆咁大个 show 啊？呢个唔系问题，而系嗰个 level 真系争得太远啦。呢个当然啦，嗱呢度个个都系达台嘅。大家评下你啦，你哋觉得点？首先，我同你已经唔再睇达哥啦，啱唔捻啱？但系会用880蚊去睇子华。唔系，唔好乱扣帽子。我成日达台出现嘅。系，咁你有冇睇达哥直开台？我有望画面噶，我瞄。咁即系冇啦，瞄咗就唔捻计嘅。瞄就听，香港系太重复啦，嗰啲嘢讲真。啱啊 ，Aaron 都 Aaron 台男神啦，啱啊。嗱，讲真，心底话，即系自从达哥讲嘢打机嗰阵，系啲用词好太重复啊，重复得太紧要咧，我已经冇睇啦。不过我知道直播系有难度嘅吓，即系唔系跑，哎呀跑下就跳啊。不过就唉，而家好似。冇以前嗰種嘅韻味咯，係明白，但係即係以前係啊講啲嘢係真係搞笑咁啊！而家我覺得就曬小學雞，邊位生日啊？其實都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佢係做到滑曬牙咯，滑曬牙啦已經。不過唔怪得佢嘅，日日都要咁做。达哥上咗位，限制晒，乜都唔俾讲，粗都唔俾爆，系咁噶啦。法兰西，法兰西，咁佢要做嗰、那个嗰条路线，佢又要入屋，佢个形象系要咁，你睇人哋五乞衣，讲乜捻都得，人哋唔使入屋啊嘛。啱啊。啊，粗下下俾人捉住讲，兼且其实。达哥啲观众其实某程度上有一部分都系小学鸡嚟噶啦，讲嘢都系幼稚啦。而家系为开而开，咁你试下对比下，即系好似大 J 达哥、子华，即系大 J 幼稚园、小学，唔系达哥系小学，而我觉得子华系大学咯。咁嘅程度，我觉得呢个台啲观众系最高水平噶啦，一定喺晒度噶啦。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同埋你啲观众即系我啲观众咯，所以我个台都好。你啲观众一定系我啲观众，但系我啲观众唔一定系你啲观众咯。啱啊，你个 follow 已经多过成100啦，110添啊。follow 值啲咩咧？代表啲咩啫？哎呀，啱啱先多咗个 follow 话咗你，唔代表任何嘢咯，我唔会多钱啊，我完全唔留意 follow 下几多。所以达哥同黄子华其实是一个对比嚟噶，黄子华就系、是、点对啫？两样嘢唔同。喂，对比我讲紧对比啊，你对比好粗，唔系你对比啊，你对比好粗。嗱，我意思系话，即系黄子华点解唔再做栋笃笑咧？因为讲乜嘢都俾人揿住，咩都唔讲得咁，点做栋笃笑咧？即系达哥就系、是、咁，我都要台都要照开噶啦，系咪先？咁啊，唯有吓，即系左右唔好靠咁左右，唔好靠咁右，最好就系中立啲咯，咁样咯，又唔好爆粗啊，费事吓俾啲家长投诉啊，咁啊就真系入屋啦，入咗屋就多广告接啦，所以就而家真系咩都。想讲嘅冇得讲，唉，同埋即系开咁多场，系咪成日有咁多嘢讲咧？其实咧，干糖滑晒牙嘅咧，系啊，而家为开而开啊，系啊，我又唔觉得佢系仲仍然需要去搵钱。哇，咁又唔系咁讲喎，要拍广告搵钱，佢仲开仲算系，都算系咁啦。佢已经俾观众噶个限制。而家礼拜六系喎，点解而家达哥礼拜六日都开嘅？佢自愿 OT 啊嘛，佢之后要出埠咩事？系咩？咁佢之前佢成日请假去飞，佢都唔会 OT 噶啦。好似会喎、啊，都会好似都有开台提升知名度同人气，唔系噃，未必个噃。
唔系个噃，好多台都日日都开，都冇咩人睇，但系都开的。但系就冇咩 keep 住人气啊，咩提升知名度冇呢啲嘢咯。即系我感受到佢即系好中意开台嗰种嘅魄力，我系好欣赏嘅。好似我咁懒鬼嚟嘅，好耐都唔开台。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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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八月有排飞，因为佢请假嗰啲俾小学鸡追数，小学鸡。即系曾经咧，搭台有个观众咧，都成日追搭过数，但系搭过又冇争佢啲任何嘢嘅噃。男定女啊？应该女嚟嘅。嗰、那个已经系失踪人口嚟嘅。系咯。又俾你入。之后就睇开始睇明仔咯。满满的敌意。他又差我，我觉得他是看到我和明仔的合照，所以他就转看明仔了。你看明仔和达哥的分野是几咁大，不是咯，一年台不是接了了咩？达哥的本质慢慢没了啦， except 七年咯，咪就是从当初都不能同，看回以前的 replay 不能同晒。我也看过你以前的 replay， 都跟现在不同的。是啊，越来越有进步的空间。啊，不是，是越来越少进步的空间。我进步很多啊，我。知不知道 一开始没人看，现在起码都有十几个看。是不是很厉害啊？我觉得黐埋我哋是不是为了观众人数的？不是啊，你收皮啦。你黐埋我度啊，你都没十个人看啊。我黐埋你系 expect 你 hold 锁台噶，你食屎啦！我觉得你好尴尬，好似接唔到落去。我系嗰啲，你有冇睇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啊？系啲鲨鱼咧，咪点都有条细鱼黐住佢身上嘅，我就系你嗰条小鱼啦。点解啊？吓，即系我系寄生喺你个台嗰度噶，我系。哦，寄生虫。系啊。寄生鱼，好啊，系啊，我个台食粥食饭靠你噶啦。好啦，我照住你啦。嗰、那个咁你以后就系我条靓咯。知道大佬。好啊，好啦、啊。知道大佬。好，整整定定啊！嗰、那个唔睇啦，佢 delete 咗八个 Facebook 啦，咪仲好，冇人事干净嘛。所以讲咗几年都唔睇。个花生依然都系睇到黑人问号，冇兴趣睇，冇兴趣睇佢花生，关我卵事。我好想继续食咯。且咁花生唔系净系得佢一个花生嘅咩？世界咁多人。咁又系。Aaron 台好多人睇噶，世界杯嗰阵。我已经打赢，我已经打赢咗无线噶啦。因为无线被 ViuTV 因为阿播世界杯压住嚟打，基本上打柴我，我同呢个 ViuTV 简直有得冚添。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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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次过百人黐线，系啊系啊，我都唔记得咗咩事。唔啱睇嘅台主因 hold 锁都唔会 click 入去，嗱好正。系啊，所以冇入到我台咯。啱啊，其实自己睇台呢啲嘢冇乜所谓啫。讲真，啱睇就睇，唔睇就唔睇噶啦。好闲嘅啫，系咯，但系好开心就系达哥系即系凝聚咗我哋一班而家唔睇达哥嘅一班观众，好似就系我同你啫，同埋边个啊？阿 K D 啊？定系 K？ 而家同埋边个啊？系 K D 咯 ，K D 唔睇啊？而家咧，而家好多人都冇睇达哥噶啦，都喺个 chat room 度留言。即系其实最多系嗰、那个开头一个钟讲新闻嗰啲。冇嘢做可以听下咯。唔系，我觉得达哥个台最好睇嘅就系11:30打后咯，12:00到啦。chat room 系最高质嘅，我觉得。我有好耐都冇留意咯，其实。唔系，因为我多数都系打完一两句，跟住闪咗佢，唔知道做啲咩。唔系因为咁讲，因为佢即系。而家咧，佢開台嘅 chat room 咧，好多年都係咁啊，唔係生落搞就腐碌，冇啲咁嘅新意，即係變咗係一個慣性，慣性嘅我
唔係啊，係香港人呢就冇創意囉。係啊係啊，你最有創意。一個笑點講幾十年好似回水除庫咁樣，喂，你都要搵啱時候講大哥。啱啊啱啊。即係好似問佢有乜嘢係咩話犯法定乜鬼嘢話走數。咁你點樣做乜嘢都係走數，都係犯法㗎啦，多嚿嘢。你記唔記得黃子華有叫人有冇人識唱英文嘅唔係英國國歌嘅？係。即係有啲人拍手㗎嘛，就話黃子華VIP 有一個喎，成個 spotlight 射住嗰個女仔，然之後呢黃子華咁你唱啦，然之後女仔講咩？除褲。係囉，無厘頭嘅真係。呢啲咪叫低質 ，you know？ 系啊，嗰阵时咧，子华系啊，话之前有人有个男仔真系识唱英国国歌，我就即刻谂起华乌啦，唔通真系华乌？我觉得华乌好有可能识唱英国国歌。我去咗澳洲咁多年都唔识唱英国澳洲国歌嘅，咁讲。我都唔系好记得加拿大国歌。以前有个人都冇上水啦，其实好多批噶啦。系啊，搭台五年历史，阿咪提，你叫我一个三年冇提台，情何以堪？唔啱睇蛋鸡，直立熄咗佢。Chat room 直播最好睇，老实话，得翻3000人，有心麻最好睇。肥仔系咪想同我斗？多数冇开住 Chat room 睇蛋仔，一定早过你。只中 Edwin 可能都是会叫除褲，梗系唔会啦，我系即场除褲咯。你除翻褲俾佢睇啊！我播入 DVD， 应该会，因为应该个死肥仔应该会拉你出去，夹你出去，即唱德国歌。我澳洲啲同学系识唱呢个纽西兰歌咯，国歌。点解澳洲？系我个 Save the Queen。点解澳洲人要唱纽西兰国歌？唔系，佢哋识系因话咩 ？Stone Cold King 520。Stone Cold King 石王系咪复活啦？系坚唔系坚啊？好似喎，你系绿帽喎，系绿帽嘅喎又。石王系咪我哋认识嘅石王？仲有另一个？唔知啊。是啦，追踪者零，追踪中零，他认识得这个台应该就是石王了。哇 ，Hello， 好耐冇见，15年喎 ，Fanny 话系我哋点解蛙人中学国歌校唔系校歌就系德国国歌嘅？点解 ？God save， 点解嘅？蛙人系咪读国际学校？石王你去咗边啊？你是不是去了读书啊？多了九个字，是不是坐架？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声气？是他啦，冚家铲还不是你？我这么求其你认得出？是啦，来啦，回来，回来就看看我台，是不是移了文？移了文都可以上来啫。是不是去了阿鲁阿图没得上网？啊！见翻旧兄弟真系好啊，真系有一种归属感啊！啱啊，开心仔啊！大师兄翻嚟啦！大师兄唔系啊，大师兄系肥仔啊！佢话佢睇咗15年，唔系，虽然以前有机会有得坐，有哦，即系佢意思系犯咗法。有得落 charge 但最多咪冇 charge 到啊？话定系缓刑乜鬼嘢？不过唔好理啦呢啲嘢系吓有得。我意思我唔总之就喂，点解走咁耐噶？唔系可能佢唔知道我系边个，应该佢认得中我把声嘅。不过就你把声点样认唔得出啊？系咯，把声咁入，化灰认得我。咩叫神托会啊？有得个嗰个神托会发现新大陆喎？咩叫神托会啊？我嚟 Google 下先。潜水潜到要报失踪人口。Stewards 香港神托会。几年冇上水都有人记得我啦，啱啊！
牙啊嘛，爆咗灰都认得你啊！快啲 Google 完未？呢度写住咧，香港神托会沙角青少年中心，唔系话青少年 O.K. 香港神托会系间非咁似啲老教所咁，咪咯基督教非牟利组嘅机构。就是有這些服務，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青少年中心、復康中心和庇護工場，還有醫療牙科診所的服務單位，大多在九龍和新界。 OK， 某官校應該不是很多官校啫。嗱，你死啦，你 PK 仔啦你。 OK， 小學只有一間，中學有三間嚟咯喎！中小學咧，啊唔係佢話中學嗬，佢中學神託會啊。OK， 中學有三間，第一間叫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喺屯門石牌頭路；第二間叫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喺九龍鑽石山虎山道；第三間就是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喺沙田嘅小瀝源道。係係得呢三間啫，咁大家。就估下边一间啦、啊。好多谢晒 Edwin 嘅废 up。咩废 up？ 黐线嘅，你又叫我讲。FBI 问我哋识咗几耐？应该系最早最早。有一幅相就系佢抱住我咯，我嗰阵。我屌你啊！三个月大到啦。我屌你个嘴啊！戆鸠啊你！讲多次。有一幅相是我抱住佢咯，当时朱茵三个月大到。你食屎啊！你大我八十岁啊！林海玲话你一百岁，我二十岁啊。系啊，我八十岁嗰阵，唔系，等先，你八十岁，即系我六十岁嗰阵抱过你咯，你唔记得咗咧？咩啊？你六十岁，我都未出世啦。如果你一百岁，我二十岁，你抱我嗰阵时，你系八十岁啊？你噏乜啊？我八十岁，你二十岁，咁你未出世嗰阵，你零岁嗰阵六十岁咯。都话我二十岁，你一百岁咯。我讲紧我抱紧你嗰阵。咁我啱啱出世，你系咪八十岁啊？咩啊？你噏乜啊？救命啊！救命啊！你明唔明啊？我二十岁，你一百岁喎。啱，你唔系话八十嘅？一百啊！屌你！我同你讲过好捻多次咧，都系一百咯。八咩十啫？炸加衣减二十，我谂住你谂住其实系拆咗喺度炸炸地地，我唔知道。唔系我啱你话八十，我八十咯。O K， 都话你八十岁，我啱啱出世啊。好啦，好啦，好嚟咯，扮小学读保良局都俾人话系孤儿仔，点解？点解？你系咪周星驰咁样咩咩？见家长，我冇老豆冇老母，因为保良局系冇亲戚冇朋友，孤儿院啊嘛。但系小学读保良局、哦，我即系俾街外人讲，哦，你读保良局，你系咪孤儿仔？保良局系好似系孤儿院，系啊，出生白职啊嘛，系啊。林海玲想死，拖出去斩。三岁嘅时候，朱师十八岁，嚟人嚟人啊！我拉翻佢斩。有咩讲啊？冇嘢讲就好。我今日真系俾人查身份证喎。系系，你讲。冇，我一入场嗰阵咧，嗱，首先咧，朱茵咧就已经顺利过关噶啦。屌你啊！然之后咧，嗰个审咧就话：你十八岁未噶？之后我吓、啊，哇咁串，你估下我几多岁？然之后佢：哎呀，冇估啦。费事阻住后面咧，不过我讲紧嗰阵已经揞紧荷包，攞紧张身份证出嚟俾佢睇，咁睇完之后佢就放我入去。系啊，由始至终我都唔明点解 Edwin 要多口聊嗰个阿婶，解？唔知道啊，我因为我心心不忿咯，点解？点解成日都俾人查身份证？阿婶你都聊 ，K D 话我都会俾人查啦，你点会？但系 Edwin 个样真系的确系细个。咯，系啊，我系嗰啲，我系后生过你八十年，你好好检讨一下。有咩好检讨？咦，咁我个样咪即系成个卵样咁样咯，卵子咁样。可能成条精虫咁样咧。唔会咯，应该系。fat 系啊 ，Evan fat 嗰个阿婶啊。
即系我要好似张智霖咁样留翻须人，你先至唔会炒我。靓仔，做咩扮大人啊？咦，你咪黐靓，收皮啦 ！K 呢个人仲细，不如睇嚟好想俾系啊，俾台主俾啱啊，系咩 ？K D 嗰样好 Q Q， 喂，有冇想睇啊？系好想睇啊！好想睇啊！系啊 ，K D 同啊，全台年龄最细，但系你个样系全台最大咧。你智商仲细添，唉，黐咧！真系当初真系唔敢相信，我当初真系以为肥仔系分别系四十八岁，系咯。佢细过我冇嘢啊嘛，我九五喎，佢九八，会唔会啊？九七啊！我当年真系想同佢对赌噶啦，佢成日都派交噶嘛，系啊，我点会信佢啫？佢要开埋 cam 开台，我打死老虎蟹都唔信佢，一定系四十八。我同佢应该拍嘅出咩《同梦奇缘》因为佢。好快就衰老，然之后我又越个样越大越厚啊，生啱啊！我可以做同一个角色，分明未老先衰啊！咩二千啊？系咪九五年嘅都系同二千年？唔系啊 ，K D 唔系大我两年嘅咩？我唔记得咗九五啊 ！K D 仲大你两年 ，K D 话啱啱话自己仲学生，咩啊？佢个样似啫，佢话哦。记得个样，面盲症。认得佢只手，Kitty 只手好长噶。Kitty， 你只手有冇戴住啲黑色嘢？咪住，到底系边个戴住啲黑色嘢咧？我记得噶，你俾我谂下，我真系记得噶。系呀 ，Kitty 啊，嗰、那个无名指第三节啊，中间有粒墨噶嘛，我记得。系呀，系呀，同你同年喎、哦。好咯。咁恭喜曬你咯！咩、你話佢零零年食屎啊？想話自己今年十八歲。係啊，我慘啊！我其實想留須嘅，但係我唔知道因咩事，可能女性荷爾蒙過多，我真係生唔到須。我一個閹人嚟嘅。我覺得你咧十年之後就好似我一個 friend 咁樣啦。佢今年應該係。四十三岁啊！我细个嗰阵时识佢，佢嗰阵时咧已经系劲高，1米8以上，瘦嘅，又黑黑地嘅皮肤，好似你咁。但系咧，佢系永远留须都留唔到须，佢一个月都剃唔到一次须。咁你咧？我一个月都要睇嘅，我几日都要睇嘅。然后佢又好似你咁样单眼皮，只眼细细咁样咯。系咪我嚟噶？嗯，会唔会系你祖先啊？可能系。佢配种，但系配种配翻。佢型过你咯，高过你，大只过你咯。咁呢啲计嘅呢啲嘢，咩意思？唔当系型。做政府咩统计处啊乜鬼嘢？佢左手有字，你右手。雨生啊，唱 K 嗰阵俾咗我睇啦，真系佢大住啊！我抵唔切。FBI 又系冇数，点解会睇到全身？左手有刺，有唔边个系雨生？梁雨生问我咯。你收皮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再侮辱雨生结缘。我都未嫌佢侮辱我啊！我你收皮啦，人哋好捻出名，好红噶，红到黐线啊！我呢啲不为名利噶。你知唔知拍几多广告？系几多啊？收入几多啊？系点啊？电器啦、家具啦、嘢食啦、嘢食啦，同埋嘢食啦，仲有衫啦、饮品啦，乜柒都有。所以话你，唉，真系仲话学同人学佛喎？你啲看破红尘啦，我已经。你戆鸠会看破红尘啊？出家品。
我哋系俗家弟子嚟嘅，戇鳩鳩。我唔，我唔，我唔呢个计较名利嘅。系肥仔话一个月唔剃即刻变印度人，你系咪好羡慕肥仔？冇人会羡慕佢啊嘛，我都羡慕佢。因为你冇须啊嘛。咁有钱嘅喺呢个年纪，唔易噶。讲真，以善真身。佢个年纪唔系应该羡慕佢咧，唔使成日俾人 check 身份证啊。但系就 check 你，喂，你老人优惠啊？物中双收。物中系、哦、我跟系啊。我一个火焰刀冚埋你块面度啊！咁你火焰刀冚边个？你讲多次。鸠摩智吓，你有冇睇《天龙八部》？冇。系啊，唔使讲啦。物中双收，好啦，仲有咩最后遗言啊？收皮啊，开工要。渣噶。大佬，你唔使做啫，有嘢做都话渣啊？边个好似你咁啊？成日唔使嘢，唔使做。我唔系，我都系自由身一两个礼拜啫嘛。系咩？有咩做啊？之后？之后咪要搵工咯。屌你啦！咪即系失业？诶、欸，唔系失业，我系唔谂住搵啊！我而家放弃，我退休，我唔失业吹啊！你又有个爹哋俾零用钱你啊？冇，嗰啲 sugar daddy。sugar daddy， 我都想要。我唔搵咩？你又好啦，有本事唔揾。我谂住开台好似五公子咁样，得人 subscribe 啊，俾下钱我使就算。咁你听饿死啊！系啊，你有冇听过一个人跟乞衣揾食噶？咁咪即系乞上加乞，乞衣兜，乞衣兜度揦饭食。系啊。嗯，有意思，有意思。咁即系揽炒，开住台做啊，唔开啊！哎呀，好多人失业啊！而家喂，点解成日嗰啲公布数字话香港就业率近乎100%，失业率系零，成日都咁讲，但系好多我身边嘅人都系失业咯。会唔会佢哋拣工做啊？唔知噃，总之好多人都攞钱，然之后去旅行。好似 Fermi 咁样咯，嗱佢又话后日去台湾啊，咁佢又有钱唔同啦、啊，系啊，有钱又有假 ，Link 有工翻，轮到 Aaron 冇工翻，冇啊，介绍工俾 Aaron，Aaron 都话睇唔上眼 ，Fermi 啊，一日做24个钟噶，然之后就证明咗俾大家睇咧，真系人要好好休息，唔休息个脑咧会有损害，但系 Fermi 成日都休息噶。唔系啊，佢成日都做嘢，然之后休息。你陪佢去旅行啦，你又冇嘢做。有冇钱嘅先？我唔知啊，你问佢。我去台湾做翻译，做国语翻译。好啊，有冇得埋屎忽？梁地官自责警备员，即系咩啊？即系看家。警备员唔通系日文？自责警备员即系留喺屋企睇门口，22号 last day， 22号23喎而家，哦即系寻日，系咯，我见到佢 IG po 话咩辞工，突然咁多人失业，应该佢讲下个月嘅嘛，唔知啊，做广东话翻译1000蚊一 Q。畢業即係等於失業，啱啊！啊，點啊 ，Aaron 有乜嘢要講啊？已經問咗好多次啊，呢一句永遠都收唔到台。復出啦你！不如你問下我幾個台幾時復出啦？我台咯。係咯，你個台幾時復出啊？你都冇嘢做。唔知啊。我同你玩嗰只逃獄 game 咧。佢哋一世都逃唔到肉啊！冇下文嘅。嗯，下个礼拜下文卖佢咯，好唔好？下个礼拜，唔得喎！下个礼拜六，唉，我唔早翻，我夜翻喎。
哎呀，冇你唔得噶，我啲观众都系睇你噶咋，唔系睇我嘅。系啊，唔知边个世界杯嗰阵打电话，喂，广播佬，你几时嚟我台度广播？唔知边个用边个咧？我有讲过咩？系咪要 check 翻 record 先？我哋真系大佬喎、啊！唉，我自愿嚟你个台度嘅，做细佬唔通有得帮唔帮咩？呢我做细佬嘅责任嚟噶嘛，唔使钱都帮你做，唉，真系。啱啊！唉，公用 KD 你慢咗几拍啊？我之前介绍佢哋啲工，冇人睇得上眼，银行工。欧台前犯高潮，朱茵展示新发型。而家有冇啲职业系同太监嘅差唔多？嗯，我又冇咩数可以扮下。你已经系啦。可能系啊，真系啊，可能下面有少少创伤咧，导致我真系冇咩数。契细佬，系啊，契弟啊，你系契弟。联台打 Bio Six。Bio 6是不是重製啊？不是喎，那個 Bio 2啊。我不玩 Bio 的。我唯一一隻那個什麼Daddy重炮的一隻，我借了給朋友。Daddy重炮是誰的網名來的？不是啊，有個小羅莉那個呢，那一隻我不記得叫什麼。OK。我真的自己買回來玩。跟著其他的不要玩。他們自己聯合開我來朱斯台為了看 Edwin 現在沒有、哎、原來我都有 fans 喂石王去了哪裡 出來了、哎、是啊是啊 Barry 和 Natalia 對啊是啊好記性明天是記得的 Remake Ada 要一個人玩你對 Ada 不好嗎、啊、那隻可不可以 online 雙打 Bio 對好像不行什麼、啊、Bio 他都說聯、啊、凱德都說聯台開機打 Bio 6我想可以吧他拿回一隻碟回來、啊、不是聯合開機不是聯台開機哎呀不知道我大家介紹今天穿的是孫悟空的一件 T 誰啊我現在穿這件好 ,OK。是唔該曬。石王中唔中意爆石。我話俾你聽，石王好撚中意爆石。因為開新 AC, 係咪唔記得咗 password? 爆六可以。聯合開台，咁有邊個台啊？我朱茵。唔係，佢係同森雅聯合開台。玩 bio 就唔使預我嘅。正絕先是連機不是那個怎麼跟 Kid Spider 鬼知什麼都沒有看他說了很多年前那個玩腳膠那個連腳膠我都沒有看孫悟空喂真點收台啊三點都在來下個禮拜再見 你可不可以說句我不是悟空我是吴君如，咁知唔知你个对白系出自边套戏？唔知系呢个超级学校霸王。我哋开，你可以开台开嚟睇。好啦，拜拜。拜拜。再见。